他那红开要抓我们，我从不退缩。 哎，我这波啥情况呀？我感觉有点怪啊！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就我 Q 把他杀了。 感觉我要死了，一晃一只兵线就烂了。准备去死吧！难不需要光很难受啊。 这个耀光少很多伤害，那个新忍者呢？没事，我刚好插旗，谢谢你打断我。嘿嘿，哇，还是被换掉了，450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都不用红的 W 咬我，还没闪，还没蓝呢。啊，控到死！哎，我都没注意他呢，我操，好烦，白给。 哎呦喂！先买巨人腰带，这么稳，不买 CD 血，买巨人腰带6点，防御6秒，太稳了。 消耗品，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这能干嘛？吃果子吗？ 这能干嘛呀？我操！死吧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不退缩。打不死真难打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满步，准备去死吧。不用买消耗品，裸身份，整一块，身份出来不需要消耗品。不灭剑好像很顶，还行，不灭线上很舒服，可以耐线，有回复能力，没那么难受了。好处没了。你不带不灭耐线的话，耐线完全耐不过鳄鱼，他疯狂用 Q 回复。他们不敢玩。Shut down。六百。直接 TP 了他。我不急，我有神风随便打。不要犹豫。人是不是有病？我操！精准而优雅。再打下去死不了。这人这么自信，我 W 没好吗？应该再苟一点，往后撤一下。我赌他，哇，这人很自信啊！自信我 W 还没好，我操！我没有对手，没吓到他。他应该没可许。等他可许我前锋也还行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勾住神分啊，我回家可血了，让他回家，马上就好，他不回家可血，真挡不了。我不放 W， 他不放 W。
还有个鞋子，也是比我快。拉扯！低端一他没遇到我，没刁钻一的，我没 W 没蓝的。我操，这么玩游戏？当我没队友是吧？给我干他！拉扯他，他被魔抗的，拉扯，玩具，玩具啊！TP 好像没必要了 ，TP 也不一定能吃到塔皮。跟我一样的，也没大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装备很好啊，伤害很高。我从不退缩。吃不了塔皮啊！刺穿他们！不让我戳你！完了，感觉唐唐要来了。精准而优雅。我没有对手。他刁钻一。闪现烧出来了，快冲！这不是个老司机、啊，撞车的我看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你还得比他少。八百。我没鞋子，跑得慢。我操！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他还没复活。
先出个鞋子，不然好笨的。 打鳄鱼本来就这样的呀，我 W 挡他 W 很难挡的，我很被动，你知道吧？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不要犹豫。 就超前，他步甲其实比我快的，精准而优雅。 哇，兄弟，你就把我卖了，这边跑不了了。哎，这还打个闪现，真可以。哎，他那这个暴力不走就好了，暴力不走，我们偶尔随便打的。他妈的，他直接把我卖了，直接跑了。 脸蛋，不应该过去放眼，应该直接走。这老朋友来了，950啊！我操 ，AD 妖姬，直接清女，老司机扛不住了。他们要两个打大龙，他们百分百要打，他们不打没机会的，他们百分百要打。 TP 的，还行，把大龙抢了，对面上票的，对面想搏一搏，单车变那个摩托，没变到，哎，你这个闪现有点搞笑啊，能套大招吗？套不了。 这尸体套不了大招，我想日尸体的，日不了啊！一波一波。OK OK。吸我一把，不给都说不过去的。不应该给他的，他妈的，他在这里卖我。 见死不救，感觉不能给。我是真爱粉，小黑子，见死不救。哇，老司机，我也来了，可以打。 一波了，我不想一波，我站你都是负的，能不能让我再拿个人头啊？
我擦，好皮！哦哟，但还有点高。5点钟啦。